25号呀，巨九新三件新装备加强，然后龙王加强，好像是吧？下版本龙王应该会强，我看他加的属性挺多的。装备的话，巨九加的好像加了10点攻击力啊，相十点攻击力相当于500块钱啊，没有500，400块钱。那算上他被动属性的话，他这个装备现在三千的话，他那个加那个加强的属性至少是600块，600到700，所以下版本九夺时候会很强。赵大后面，哎，我笑死了，这龙王，不是真有这么呆吗？新版本的龙王。这也太弱了吧！应该能杀吧，可以。没有自保能力，我只能这样说。这英雄没有自保能力，被贴脸了他就废了。而且他还带先攻，带先攻的话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没有爆发伤害啊。他一个人想炸5个吗？但龙王呢，他 Q 技能亚索挡不了，如果能挡的话，就亚索就是龙王亲爹了，挡不了。他图里表可以增加，可以给一层那个叫什么被动的。还有闪，让他推线吧，让他推线，下波线把他线卡住，他吃不了线了，让他推，他如果敢回家，打断一下，OK， 不敢回是吧？他有闪，那有闪现啊，这么早就会把他杀了。难挂上，打断他回城，假 E 离开 ，EQ 一过去 ，EQ 闪接发 A 点。
给我大招，给我大招，肾肾肾。我不能，我打不了剑门真宵，我有点难打的。快走快走快走，拉扯一下，这没把龙王打死。别急，黏住他哥。算了，那边破盾有点恶心啊，他是把补选胜，我还能好打一点。不然我这被动完全就是对剑盟没有效果了。把他宰了，把这武器宰了。我再靠，我再靠。快走，快溜，快溜！风墙，我靠，全给他挡了。先溜 ，EQ 拉回，哇，团灭我丢！完美的配合，兄弟们，游戏结束。EQ 别急 ，EQ 吹死来，风墙挡上 ，E A E Q， 一发平 A 带走 ，EQ 吹来这个，再接两发平 A 接处理亚他托，一发 Q A A， 双杀，别着急，保一下我们家女枪，女枪被宰了没关系，先把中塔给推了，没闪没闪，剑魔没闪 ，EQ 过来 A EQ 吹死来，风墙挡住，打住他那 A Q A Q 一发平 A 带走。不是你以为真以为躲在塔你就安全吗？我直接无视防御塔，兄弟们，就这么点血，就三格血，直接去打剑魔，他死了，就这么点血可以操作，看好了，他这波血不过来，我不跟他信的，来，操作他，这边有很多兵线 ，EQ 吹死，接 EQ 双峰，风墙挡住，哟，别给他跑了，兄弟。直接死，二塔给他推了。怎么把G9做出来？感觉这把还是要做下重伤啊！我都不敢想象G9加强之后，亚索的强度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水平。我感觉现在三件套出来以后，基本上就无敌了。我靠，完蛋！啊！来五杀五杀！别跑，龙哥！神秘代码 BA BA。OK OK， 那他等会有他好受的，不给我五杀。
No。别，剑魔哥，快走，保我一下，我得溜了。死心不改，那我只能反杀你了，兄弟。哎，完，我死了。快走，快走。我靠，炸了四个，能收割吗？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这又不是我自己号，对吧？要五杀干嘛？不要了。能走吗？哎呀，完了！往这边靠呗，往这边靠呗。杀武器，杀武器。打完叠点举报，这么夸张吗？一杠九，一杠七。双峰那么丝滑，练了多久？这个不需要刻意去练啊，打多了就会了。完，我操，别被秒了。两级环转，别急。完了，这就是亚索吗，兄弟们？黏住他，哥。为毛我在扛他？一波一波。灵性猎手，这就是灵性猎手，兄弟们。我跟雪人直接二打五的。国五剑魔吗？